出其不意，虚名卖不出去，下架大叔冲刺一下，看看老板能否圆梦。先去认证一下，居然认证出再生，第一本书直接上法报，掉雷击了，第二本上法波，掉幸运，第三本上法联，掉飞行，第四本上魔星，掉再生。前期运气还不错，连续干掉四本蓝书，此时代高明套可以用了吧，但老板不可能就此收手的。第五本上一致，掉出其不意了，老板决定继续大叔冲刺一下。第六本上竞技法爆，掉法波了，第七本补法波。我的天，虚拟也掉了，总共才打了七本书，两个特殊技能全都没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决定回炉冲刺一下，看看能否逆袭。花350买了只镜台 PA 子来回炉，10+3直接炸。除了大众宠成就，合出了6技能广目选手，彻底玩完了。如果你觉得下饭的话，就点个赞吧。